大家来到高龄思路吧。今天我们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了财务长，让我们一起欢迎 Tom。嗨，大家好。哇，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CFO。通常我们讲到 CFO， 第一个想到就是数字、钱以及效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为所有的成衣厂带来更高的效益。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财务长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龄怎么做到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大家都知道，疫情的影响下，成衣业者在最近这一两年里面遇到很大的冲击。嗯，那我们高龄思路吧行销世界90几个国家，时时刻刻与客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在产品开发以及品质效能的提升上面，也是希望能来达到帮助客户能够达到开源节流这样一个状态，能够使他们能够很快的来因应疫情的冲击。开源和节流，那我们先来聊聊开源好了。怎么为所有的成衣厂提升效能呢？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自动化产品的精进上面，我们公司也是开发了多种的自动化的产品，能够帮助客人在节省人力以及提升效能上面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精进。哎，好棒。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智能化以及 AIoT 系统的开发上面。成衣业者向来是属于人力密集的产业，一向都是由老师傅来管理来带领车工。那我们在 AIoT 智能化上面能够协助客人在资料的收集以及产线的配置管理以及传承上面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帮助。哇，那整体的产能不就大幅提升了吗？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呢？如何节流？节流在成衣业者来讲是很重要的环节，因为他们的获利是比较微薄的，能够省下一分的成本，对获利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在节流方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耗材上面的节省上面，我们一系列产品开发出来，在耗材的切线上面呢，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哦，省线。省线很大的帮助。第二个部分在省油部分，那我们开发出来的系列能够帮助在这个微油上面有很显著的提升，因为众所周知，一件衣服如果被油渍沾上的话，等于就是一个报废了。那当然对地球也是一件好事。没错没错。第二项是不是听说我们还有这个机能的这个改变，我们机台的材质是不是也做了一些不同的变化？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回收材质上面也是多所采纳，这个对未来我们在绿色制造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哇，环保的材质，同时还可以减少线材和油。对。那么这样好的产品到底是哪些型号呢？主要有两个系列，一个是考客车，就是700LX 以及三针车 C007LX 两大系列，可以呼应到刚刚主持人所讲到的这样的效果。所有的好处。所以呢，所有的开源节流为我们的成衣厂提升产值、提升效能，同时呢，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节省对地球资源的消耗。这么好的产品就在高龄思路吧。所以各位，如果您想要提升整体的效益，您唯一的选择就是思路吧 Number One。